今年英国的爱丁堡艺术节对这个月要开始了，屏东的乡村民谣也受到邀请，要伫个山顶表演两场，由晋江国宝陈英带众人做回来演出。这个演出的内容内面，唔呐有92岁阿妈，毛幼稚园的囡仔要做回来唱歌，因要把乡村民谣唱给全世界的人听。大人囡仔徛伫个古城前，唱出乡村民谣。民谣的歌声，伫果子园、伫槟榔搭拢会当听到。乡村民谣今年受英国爱丁堡艺术节邀请，飞伫个山顶演出。虽然拄到台湾疫情期间，为着表演，不管是92岁阿妈，也是6岁的囡仔，拢转来练唱。已经关一两个月去啊，所以当要出来唱的时阵哦，声拢咳咳。对，啊，可是不过，阮六零几遍啊过，阮都拢都搁拢恢复啊。因为疫情，团员是分配分流练唱，演出《思乡记》《四季春》等等的歌曲，歌词唔那有英文翻译，嘛有白话字。而且嘛，甲乡村的风景、甲生活拢结合伫民谣内底。咱遮乡村遮的在地遮时代，伊的生命的故事，就是上好的、上好的剧本啊。所以就是会用因平常时因的生活，安怎唱歌？有当时有的阿妈可能包槟榔时，就想要唱歌。乡村民谣捌去美国、日本演出，今年第一摆去英国。虽然14和21两场是线顶表演。阿嬷甲囡仔拢足欢喜，嘛希望疫情过去，若有机会会当去英国唱予全世界人听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泽，屏东报道。